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整子阿修。嗨，好久不见，我们好久没有一起打牌了，很久。所以我们特地找阿修来陪我去巡台逛逛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专打枪位，看枪位我们可以打一些什么东西出来。只要觉得有机会出的，我们就打看看。Go 吧。那这一个有一个看起来像蔷薇的东西，感觉是蔷薇，像陷阱还是蔷薇呢？看起来是蔷薇，太顺手了。No， 是可以打的。那我再打皮卡丘试试看。太滑吗？倒爪射出，哎呦，又回枪位了，又回到一些枪位了。有像样的感觉，为什么那个反的会？哦，不会，可能要爪套破掉吗？哎呦，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哦。最后十块，好像不会转，所以应该逆推。逆推蔷薇第一只出货，这是什么、啊？玫瑰熊是不是？玫瑰熊。会烫喽！碎啦！哎，这个看起来是摆好好的，有机会吧？蔷薇出货，蔷薇，这一次爪。哦，你很紧呢、欸。很紧耶，有看到那个直接凹陷的？有。还可以吧？30。30块，可以吗？打那个蔷薇不如说看看，我说他爪子爪子那么小颗，爪子没有全合，好像有喽，捏脚脚，可是他爪子没有全合，就是。再见了。又回来了。又回来了。因为太厉害了，我
点到达。直接卡线，直接卡线。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哎，没有过来。可以哦，先把你泵补起来。可以耶，可以啊，再十块，好想把它压住，压住啊，就不用放回去了啊。觉得直接拼呢、欸？直接拼了。对啊。又来了，又是这个情况。有。哎，扣到啦！为什么我按二招没有？为什么他直接沉了下去？跟我前几天一样。这个仓位，你拿到他自己的出门。恭喜中奖！哎，对，还好，还是拿到了。来，枪位猫爪龟打看看，那爪龟，龟，丢丢，猫爪龟。Nope、欸、怎么可能忘倒欸，踩上二龙滑下来。踩上二龙甩打，展现甩打技术又到了，这个难甩打啦，这个位置逆推吧，直接逆推。好惊险哦！打枪位，打枪位。枪位台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爪力很刚好。嗯。把我看看。去。觉得还是要翻呢、欸，翻的吗？嗯。下压嘞？你觉得它线？我觉得可以卡动。快跑啦！哎，对哈、哦，好像也是快跑了哈、哦。对啊。拉这只，然后溃烫，然后它下一只一定就卡动了。
没什么力。要全拔，要拔到脖子。有啦，可以哦，感觉是可以的，可以卡动。跨太坡了。两手抱进去，那个要插要动。如果溃疡了，就一定会卡。好像可以带诶，可以带，只要两爪扣到就好。可以。硬板。直接包看看，对啊，这个打算。对啊，主要是固定。对了，每天的屁股拉。应该是要再过来一点。卡了嘞，被干掉去了，难受，难受。订阅我，按赞、订阅加分享哦，大家拜拜。